对呀、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阿、啊、你在收拾上面物件，你在收什么东西？收行李。什么行李？要去日本的行李。哦，好。那还要再带一件内裤吗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那、啊、你去那么多天？要带几件？四件。你在写什么？你在写啥？这么大的字。你的清单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清单？不能带水果，可以带饼干。哎，要带去哪里？带去日本。哦，要带饼干去日本了。干皮。对。这是你的打包清单吗？对。那你还要带什么？要带玩具吗？看你呀、啊，我想要带玩具。啊，你要自己写啊。我要把它写下来，因为我忘记。可以带玩具，可以带大玩具。伊安尼等者，刚看哦。可以带大玩具，不